如果把几年前的像素神作《王国》的游戏玩法加入北欧神话的世界观和恶魔城的地下城冒险模式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？英灵炼之子今天 Steam 新品节发布了一款进攻塔防外加上动作冒险的像素风格独立游戏，在游戏中我们扮演了一位在神话世界中冒险的普通人类英雄，由于老婆被好兄弟绑架，不得不组织军队打造战船建立军营，踏上寻找老婆的旅程。游戏的世界观来源于北欧神话，包括众多的神邸、英雄、恶魔等角色。游戏玩法呢，类似于王国两位君主，我们需要一边收集资源休养生息，一边建立军队攻城略地，直至推倒敌方最终的城堡。不同于王国的是，一旦攻破敌方城堡，游戏的画风一变，瞬间变成了横版格斗游戏。我们的主角拥有独立的技能和天赋系统，需要依靠自身的操作一v一单挑敌方将领。如果前期你可以依靠运营和发展取得胜利，那么这时候就要依靠自身的硬实力获胜了。总之，这款游戏画面精美，充满了神秘的北欧风情，游戏中的角色设计和场景布置也非常用心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当中。现阶段游戏 demo 免费，如果你喜欢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和北欧神话的世界观，那么这款游戏绝对不容错过。好啦，游戏开始之前呢，依旧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的赞，没有关注我的同学欢迎点播关注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好的，那游戏这里正式开启，首先应该是一段剧情啊，一个大叔在写信，看起来应该是给自己的兄弟写信。很抱歉，我在父亲的葬礼后匆匆离开，但我必须去找他，我必须去救他，因为那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在场，没能保护他。这边发生什么？我经常梦见他，是噩梦。我看见他在我面前，看见我们的村庄着火了，瓦尔加德把他带走。渔民告诉我说他去了英格兰，而且他带了许多奴隶，他一定在其中。我觉得他还活着。哇，看起来我们村庄被袭击了。兄弟，我今天就会离开，你暂时不会再听到我的消息了。我要找到瓦尔加德，他会为我的父亲和我的村子里所有的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他会经受痛苦和折磨，为每一条被他夺走的生命付出代价。哇，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哎！看起来这个瓦尔加德袭击了我们的村庄，然后抢走了我们的女人，然后呢？什么鬼啊？我们淹死了。我们去找瓦尔加德复仇，信誓旦旦的出征，然后呢，淹死了。哎，苏拉尔特，醒醒！不是，游戏还没开始我们就淹死了，什么鬼？哎，刚才有一个女人在喊我们的声音，会是谁呢？哇，这什么地方？ Where am I？ 这是在哪儿？苏尔加德应该是我们的名字。You are an Asgard。 你身处阿兹加德。我叫奥丁，众神之父。What the fuck？ 也是阿兹加德的统治者。也许你听过我，听过。对的，我有众神之父的眷顾。不过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意味着我已经死了吗？ Indeed， 没错，果然淹死了。但你大限未到，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。Raya， 对，拉雅必须找到他，找到自己的女人。It is your destiny， 拯救他是你的命运。I will support you， 我会助你完成此事。在旅途中你会找到符石，他能提供我们已经拥有的技能。If you will allow me to ask a question， 为啥帮我嘞？ Why are you helping me？ Well，部分神灵认为凡人毫无用处和价值。奥丁相信我们呢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，甚至拯救世界，凡人世界和诸神的世界。难道要诸神黄昏了？如果战斗失败，你会获得再一次的机会。每一次死亡都需要献祭。哦，这样一切事物便会取得平衡。不过建议你选择了人生的道路，我对你宽容，不需要献祭。好耶，他给我们给了一个符石，需要固定在腰带上。哎，提升打击，进行轻型攻击可以补充你耐力，耐力加2加8%几率。哦，就是腰带上添加这个符文之后呢，能提升自己的属性呗。很好，你将在旅途中找到更多符石。但是我们的腰带容量有限，所以只能保留最好的。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槽位。哦，这就是一个人物升级的属性了，通过符石来增加我们的属性等等。然后这边通过就这个东西，
浮尸盖了，浮尸槽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槽位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是增加耐力的嘛，然后解锁，这样就有四个槽位了。你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去左侧的彩虹桥带你回归，祝你好运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阿兹加德，应该是死后的灵魂大狗。哎，好熟悉的。干嘛？哎，等等，他让我去左边，我 假装不认识左边是哪里，我们朝右边走，右边会有什么呢？我这边阿兹加德好大，我不想回去复仇了，我想带到终身。哦哦，这边没有路啊，我就不能待在阿兹加德嘛，享受着黄金一般的城堡和黄金一般的待遇。好吧，那现在我们灵魂来到了天界，但是最终还要回归人类当中。告别奥丁和这两只大狗呢，我们就直接朝前走。哎，这是索尔的头吧？哎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哎，彩虹桥。哎哎，我摔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彩虹桥不是直的吗？怎么是竖的？我他的放！哎呦，我已经眼花了。索拉尔德，你是从天而降的吗？发生什么呢？其他人呢？我们回到自己最初的村子吗？我们的船沉了，我们的人都死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出征的一个助手啊。所以只有我俩活下来了吗？我已经给伦达布雷克传信了，尽快增派人手提供新的补给。你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啊。哎，我们丢了一个大肉，一个鸡腿，吃它可以恢复生命值。来吃一个。哦，就回血喽，左上角的血量回满了。下一步他训练我们攻击，哎，左键攻击，下一步双重攻击，长按直至剑闪烁，重击，嘿，好，下一步拿起弓箭射击我，这是一个训练关卡喽。丢，丢，啊，试一下防御，右键格挡，定。不过你的敏捷是怎么样？试试躲避我，躲，哦，闪避喽。闪避会消耗耐力，耐力会随时间推移而恢复，但是吃东西喝这个蜜酒呢，可以让自己直接恢复耐力。啊啊，好的，明白。就这个V键，哎，喝一个，好，耐力回满。看来你没有忘记我教你的东西，感谢。跟我来，我们找到附近一个据点。好的，那这里就是完成了这个教程关卡，看一下下方，下方这边是我们的营地，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营地。板条箱。哎，有个浮石，轻型攻击可以造成致命伤害，哇，5%几率造成150的暴击，是一个蓝色的，属于单手剑的符文。OK， 好，啊，就收集符文提升自己的能力嘞。站在萤火旁，占领我们的新的营地。站在这里，然后嘞，啊，洗旗了，这个旗现在有一个白色的中立标志变成我们蓝色的这个标志，一旦洗漆完成呢，应该就占领这个基地了。好，我身后就是蜜酒厅，你的城镇中心，在这里可以升级部分装备来获取碎银和金币，也可以升级蜜酒厅来扩大城市并取得更多的建筑点。右侧是仓库，可以补充装备。啊，在这里，我去，这里玩法感觉像王国一样啊，我们打造自己的营地吗？不错，现在需要食物给武士们发挥用处，在其中材料堆上建造一个捕鱼小屋。哦，这个玩法就和那个王国有点像哎。建造这边可以建造一个兵营，附近训练士兵靶场、捕鱼小屋、铁匠铺、工程武器等等，先建一个捕鱼小屋吧，用来生产那个食物。好，之后哦，这个小屋在这里可以捕鱼，就是左上角的这边是鱼的数量、木头、金子等等。很好，现在需要一座兵营，然后在右侧这个据点这里呢建造一座兵营。建造射箭场、弓箭手，那就先建一个捕鱼、伐木、铁匠工程，建一个兵营吧。我现在其实应该先建一个伐木厂的，但是只有两个据点，就先建一个兵营来生产士兵吧。 OK， 很好，那些人很快就会到达了。哦，之前说过这个老头说已经送信给自家老巢，然后据点当中呢会送一波战士出来。那这边战士划着龙头大船直接前来，六名身强力壮魁梧的战士接入放营地当中。你们来了，苏拉尔德，在他们扎根之前给他们做一些事，指挥那些人跟随你。 Q 键，哦，这边跟我来。 Follow me， 下令撤退，保卫我们大门。撤退 retreat。 That's it.
简直就是天生的领袖。我时不时会帮助你启程吧。你的手下想要你在率领下投身战斗。哦，看一下下方这个栏位，我们现在就像和王国一样，这边是我们的主营地，左上角这边是食物、水、木材等等，我们需要攻下最终的所有敌人。那首先看一下兵营数量还有一些，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迟钝剑士以及普通的剑士等等。迟钝剑士消耗的木材更多一些，我100块啊，来个迟钝剑士，然后再来一个剑士，把剑士只需要消耗金币和鱼，我们鱼比较多，都先来一些。好，把人升级满，然后这边呢可以升级一下兵营士兵的攻击速度、生命，还有那个生产时间等等，我们升级一下，通过金币升级一下这个兵的攻速等等。等我这样吧，先不着急，先在这里先造兵，我再看一下旁边能不能捕鱼场、伐木场再建些别的。这里还能再建别的吗？进入大门。哦，这里大门是无需修补的。那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捕鱼小屋这边可以升级，让它产量更多，然后以及增加储存量、增加鱼的存储量等等。我们先升一下这个存储量吧。好，因为鱼的最大上限是300，升到350。然后这是主基地，主基地也可以升，在这里恢复生命值，然后升级建筑，升级的话需要1450块钱。我靠，没有了。等等，是不是有人进攻啊？刚才怎么听见射箭的声音了？好，下一步剩下的钱，我决定把兵营这边升级一下，我们士兵的生命值，这个很关键。然后再升一下士兵的攻速，生命还能升吗？然后这里剑士已经生产不了了，但是有敌人过来了，敌人进攻了。帮忙看他，迟钝步兵，好的，干掉他们，还行。这是对方现在进攻我方基地，我们现在把兵营升好之后，我决定向下一波敌人方向进攻。兵营这里好，升级完成，这边还可以升加攻速、生命，我先升一下生命值吧。好，然后没有鱼了，也没有木材了，这边只能木材现在没有伐木场，所以我木材只能通过掠夺来获得。来，这样吧，所有人跟我来 ，follow me， 我们朝前方进攻，这是对方的第一个据点。看一下，别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跟我一起来。哦，我们自己是没法砍树的，难受。等一下，这边，等一下啊 ，attack， 挡，叮叮叮叮，看开，挡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对，替我们兵营挡住对方的弓箭，挡，好的，挡，我去，老大身先士卒。挡，好，看开，看三门，重击，丁克，好，快快，所有人，上去，好，把人干死 ，nice， 可以，打开板条箱，打开桶，我金币，板条箱木材全部拿上，打开箱子，符文，双手锯，更快的锯子会产生更多的木材，所有伐木工都将获得更多木材，添加木材产量加85%，好东西。爽，钱币拿上，这边，这里算是把对方全部干掉了。然后呢？哦，喜奇，好的，喜奇成功获得更多的木材，干得漂亮！你拿下我们第一个前哨站，前哨站会提供实用的功能，例如交易资源或者购买雇佣兵。哦，站在骑士邦基进入前哨站，想要可以交易资源。如果你想重建被摧毁的塔台大门，走到被摧毁建筑即可。哦，比如说重建这个不着急。现在我的士兵呢，已经弓箭手和迟钝步兵已经全部堵在了这里。然后我的钱木材数量已经全满了。这样我们在这进入牧场，在这里可以与该地点交易食物。我的食物数量还够，不需要交易。花20块钱交易一些食物，这边就先不交易了。我决定。回去升下级，有这个地方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会持续为我们产生食物、水、木材等等，但是资源都满了。让队友呢先上在这里，我决定先返回自己的营地，然后在营地当中，升一下基地，因为下一个敌人的这个据点就比较大了。我决定首先人口上限满了，先升一下人口上限。密牙厅需要1450块以及75个木材可以升级这个建筑，这边需要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这个钱数量不够。兵营这里呢？倒是可以花钱去买攻击速度的呢，这样不着急，我先等一下我方的资源，这边在捕鱼，交易大厅，然后捕鱼可以增加一下这个捕鱼小屋的存储量，就是鱼的这个存储量更多，包括捕鱼的样式更多，生产速度更多，但是我现在缺钱，等一等。哦，基地这里又送来了一波强壮的大汉，
哦，因为这里营地我全部派出去了，这边送给我大量1500块钱。哦，就是这几个应该是我们从后方基地当中送来的人，他们呢会每隔一段时间给我们送来钱、金币等等。哇，好爽！补给装备，补给一下。OK， 然后现在钱数够了1500，我们进入密芽厅，把我们的建筑升级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口上限和建筑点位全部上升。好，别忘记使用你的远程武器，它有非常有效的造成远程伤害。然后你看我的基地变成了二级基地，这边就可以建别的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建射箭场、铁匠铺、升级装备以及工程武器。再建一个伐木小屋吧，伐木场是必须的。然后我要工程，我这里再建一个工程器械或者弓箭手吧。铁匠倒是可以升级装备，让就是我们更强一些。工程武器的话需要钱更多，先买不起，这样吧，现在钱不够，我们进入兵营。兵营不是很花钱，我们来一个迟钝剑士，然后再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普通剑士。好，不着急，钱才是王道啊！我的人口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5个人口，再来一个迟钝兵。好，生产一下，把士兵全部集结一下，然后。有了这个木材加工厂之后呢，这个有这个伐木工之后呢，现在也可以生产木材。记得升级建筑，每升一级可以获得一次建筑的升级。建筑升级就可以，比如说升级一下我们这个上限，比如说捕鱼小屋的这个储存上限，对吧？升级一下这个储存，这样储存的鱼更多。伐木小屋提升一下伐木小屋的这个储存上限，好，资源就会更多一些。好，士兵全部完成了，这边剩下的这刚刚招募的这3名士兵呢，来跟我来这边。Follow me， 直接2名迟钝步兵，这个迟钝兵占2个人口，但是他防御非常的高，可以替我们顶在前方。哎，这是之前的钱和鱼。这个瞭望塔呢，我看看啊，恢复生命值，我们就是修复一下吧。好，修复好，好，把这个鱼已经全部拿满了，我天。然后来，所有人跟我来，我们来到了农场当中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巨马，也就是说对方之前会攻击我们，但是又来了，防守一波，顶住。叮，看他，我去，好疼！我新的敌人现在变得比之前厉害了，我去，看他，我吃东步兵更厉害一些。哎，年代焦油罐将以更快的速度补充。焦油罐是什么？应该是弓箭手的一种方式。这有个宝箱，打开箱子。血涌，每一次箭刺都能给敌人造成大量出血，哇，爽！跟我来。对方，我现在人口是够的，然后这边所有人 ，follow me， 准备进攻。好，顶住，这是对方一个大的据点。挡，好，再走。Attack， 挡，我这边人好多，看他，哦呦，吃个肉，再来，顶住，上去。看他，再看，顶住，我在这顶住，所有人上，噔，顶住，看他，再顶。对方现在近战没有，全是远程，但是我以一人之力，对吗？顶盾牌，再看，我在掉血，怎么砍不下来啊？我去，等，这么难砍的吗？哎，为什么？看死，顶盾，好，他已经着火了，哇，好肉。顶盾，好的，可以，顶盾，再进攻，哇，好肉，我去，好多人，砍掉，再吃一个肉，好，补血，再看对面的这个地方已经着火了 ，attack， 加油砍他，我们队友的血量还是很多的，再砍，对面其实没有多少攻击力，这个弓箭手呢全部被我们的盾顶住了，你看那盾牌上。草船借箭行，对方这个营地已经着火了，给我砍进去，顶住，我就在这顶盾，其他交给队友，对吧？我啥都不管。好，对方还在招募新的人，但是就在最后时刻，我没有战损，所有人血量都是一丝，但是没有死，上去，砍进去，进攻 ，attack， 砍掉对方的营地，再来，去，没了。这是对方的，打掉，打开箱子，空浮尸槽，好，有了浮尸槽之后呢，这边可以再次解锁一个，
然后同时这边添加进行轻型攻击可以造成暴击致命伤害，好的，两个暴击爽。打开板条箱，全部把钱掠夺走，砍到对方的基地， nice。 然后对方的旗帜在哪，打开桶，我们正在洗旗，这边我们竟然没有战损，然后有大量的木材，但是我哦，这里可以洗下来，洗下洗洗洗旗洗旗， nice， 可以啊。补给一下装备，干得漂亮，你也攻占了自己的首座城市，现在你可以使用我们的船在城市之间旅行，前往带有船锚图标指示牌来使用快速旅行，它在蜜酒厅附近。哦，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呢，这边倒是也可以升级肉食恢复血量等等，然后刚好让队友在这里防守住，然后我在这里可以建别的，通过这个样式呢，这儿快速旅行，比如说我们旅行到这里，哦，就直接可以回去了。Nice, 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现在有2900块了已经。下一步我要在这里建个新东西，我看啊，这边建造，可以建造一个弓射箭场，然后铁匠铺吧，把工程武器和射箭场在新的营地当中建立。这怎么还有一个 ？Follow me， 跟我来。好，铁匠铺看一下，可以焦油，焦油罐会让敌人斩伤焦油而被点燃，火罐。包括箭矢可以生产更多的箭矢，就是我自己身上的装备咯，火箭包括铁匠铺等等升级，这个就是可以升级我自己人的一些特点等等。然后兵营我看一下，兵营的话箭矢迟钝箭矢升级装甲速度，这样吧，升级兵营可以让单位的生产时间变得更快一些，我把资源补给包括鱼和木材的这个产量呢，我全部升级一下，捕鱼小屋全部升满，对，包括伐木小屋全部升满啊，这样它的产量会更高一些。后方是我们的资源主基地嘛，肯定要全部做好。然后我现在士兵又可以多来一些，多来一些不着急，不需要吃东不用，我需要一些弓箭手和工程机械，所以这里好，这个更大了，更大之后它这个储存量更高，储存量更高，我看一下我营基地能不能升到三级去。蜜酒厅这边升级到三级需要3000块以及475点木材，也就是说我的木材数量不够，我需要升级一下木材这个最大值才行。来，这边伐木小屋的储存值需要升级一下，然后捕鱼小屋鱼很多，再升一下储存值，好，让它的存量更高。生产速度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个老刀上线，所以就暂时不需要消耗生产速度了。伐木小屋这边伐木木材我觉得还是比较缺的，再升级一下这个伐木速度。 OK， 行，然后返回，等等，我兵营这边再升级一下我们的士兵的攻击力，士兵的攻速装甲升一下，血量升一下，然后攻速升一下，对，这三个就是我们士兵所必须要的东西啊。格挡几率，对，我们是有盾牌是有几率格挡，怪不得之前没有打到呢。使用双重攻击能造成更多的伤害。 OK， 然后这样把自己的吃个肉，好，然后补给一下。好，这边这是什么商人吗？各种补给，好，各种人口的补给和钱数的补给，行，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建立一下这边的一个新营地，看一下我们家这儿箱子不着急，然后这边可以建造新东西，我觉得建造一个射箭场，这边先让队友守着吧，这边射箭场这里可以来一些弓箭手，火焰弓箭手，训练一个火焰弓箭手，射箭场的范围、攻速、装甲等等都有，来训练一个火焰弓箭手，两名吧，射火箭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还可以再升级一个，我看啊，攻城攻防，对吧？强力的攻城武器。这样的话，算上我之前弓箭手已经有3名弓箭手，而且两名是强力的火焰弓箭手，非常强力。攻城攻防这边建造一个火焰石弩以及攻城锥。石弩、火焰石弩、工程锥，但是这边，哎呦，我这人口有一点点到上限了。升级建筑的话，到上限了，难受。我看一下蜜酒厅这里能不能升级，补充生命、肉食恢复生命等等。建筑厅，这样我的单位数量会变得升一下这个蜜酒厅吧，把这个基地升到更大一些，这样我的人口又变得更多，这样就可以加工程机械了。这样工程工房。来一个火焰石弩，好贵啊！火焰石弩、工程锥、
工程锥比较便宜，但是工程锥是顶在前方的，我觉得要这个投石火焰投石车吧在后方，我前排迟钝步兵数量有点多。等等，有人打我，等一下，还行。哦，我们这边已经建立好了这个防守营地，然后捡钱。你也小样，你死吧你，偷袭我啊！箱子，哦，好，又有木工，所有建筑减少25%的木材消耗，好东西。这几个符文能极大提升我们的战力。好，不着急，现在我的，哎呦，掉了好多血，吃个肉，在家可以不断的补给。好，补给满，看一下这个木材，木材数量现在是木材和这个食物是够了。工程，来一个火焰石弩啊，爽！普通石弩比较便宜，再来一个工程锥。好，之后再来一些后排的弓箭手吧。弓箭手比较便宜，但是一个两个，好，全部生产完。好，这样我的25人这个大部队呢已经建立完毕。不，工程设备是真的慢呀，建造的好慢呀。等一下，弓箭手还是比较快的。弓箭手一旦生产好之后，它全部站到这个塔楼之上，可以最哎又来一个，不着急，等到天亮。现在又是打雷，又是下雨，又是夜晚的话，不是很适合再来弓箭手。好，这样我应该有大概一大队的弓箭手和一堆的迟钝步兵以及箭矢等等，25人小分队。对方这边看起来最终基地的还差几个，我先把自己的工程器械全部建好。好慢呀！哦，哎呦，这个工程器械真的太慢了。不着急。先守在家，这样吧，我还有一些钱，我回去看一下这个营地当中这个铁匠铺能不能升一下我自己的属性。铁匠铺这边焦油罐是可以往出扔的东西的，就是炸对方的东西啊，解锁一锁火罐，箭矢提高自己的箭矢数量，火焰箭，我来一个火罐吧。哇，这也太慢了吧！这个解锁好之后，我就可以扔火焰球了。升级的有点慢。然后兵营这里，我们再升级一下士兵的装甲吧。士兵主要要顶以及格挡几率，对，全部升级一下。哦，真的好花钱。然后走吧，返回。这边再升级一下工程器械，工程器械的生命值、攻速。都太花钱了，工程器械就用两个吧，一个头车，一个工程锥。然后射箭场这边主要是增加一下范围和攻速，范围攻速都全部升一下。哦，好花钱，真的是干什么都要钱。你看我这几个迟钝步兵，哎，怎么损失了两个？怎么少了几个士兵啊 ？What？ 靠！这样，那就再来一名火焰弓箭手。刚刚应该是我方已经遭受对方袭击了，这边大家都掉了点血，有点难受。好，补给装备，然后我看一下400多块，把弓箭手的射范围攻速全部升起来，然后看一下我这里工程器械还没有出来吗？好了，第一个投石车，我去，这么帅吗？哦，投石车是需要用两个人来运载的，包括工程锥。OK， 好的，那现在我们的所有人呢已经全部集结，先等一下，让大家的这个血量和耐力全部恢复一下。我这几个迟钝步兵血量都现在比较低，但是怎么给他们回血呢？没有什么牧师加血、奶妈这些的。Don't forget to use your ranged weapon. OK， 我知道。来，对方有进攻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地图上对方有一波人过来了。看他们。上去 ，nice， 这是什么？啊，投石车。好，所有人给我补给一下，然后我吃个东西，我们准备进攻。在这里，补给装备。好的，所有人，跟我一起，这边 ，follow me。工程锥呢？啊，都在这儿，工程锥都在。所有人 ，follow me， 都跟我。Follow me！ 哎，不是，
弓箭手你不跟我来吗？靠，弓箭手怎么在守家呀？好，锁住。Remember to upgrade your build. OK， 然后这边 ，Follow me。好 ，Follow me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好，现在25人小分队全部准备进攻。现在大家部队很多，但是这里整个村庄怎么全部着火了？什么鬼？Attack！好，我顶这里。上方有三个弓箭手。OK， 进攻，上去。攻城锥虽然没有到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看他们，有一个战损，问题不大。看他们，弓箭手呢？看他，好，弓箭射死了。前排进攻，投入车疯狂输出。OK， 打开箱子，血剑，常规剑士造成双倍伤害，但你最大生命之剑有一定损耗。靠！哦，能不要啊？这玩意儿会掉我最大生命值啊！这个剑。OK， 战损一名，迟钝步兵手还可以，来，准备袭击。这边还有，哪儿在射我？进攻！我顶在这里顶盾行了，替队友掩护对方的箭矢，对，顶住，让队友来输出。虽然这个投石车也在打，但是投石车真的太慢了，下一次就要等一下了。砍下来！打开箱子，又是一个。下一步，洗气。好，这现在是最后这一个点了，下一波就是对方的主基地了，先把这个旗洗下来再说，非常关键。好的，森林营地在这个地方可以通过木材来获取碎银，哦，交易木材。别说我这里出售木材是吧？哦，这里可以卖木头卖食物来获取银子。OK， 但是这个营地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了，10个血，然后大家补充一下，我现在只剩19个人了。哦，我自己也可以去移动石弩了。哦，我自己也可以操控投石车。哦，明白。行，你们在这边守着，我现在需要回一下我方营地。这种小的营地是没法传送的，我需要回去。瞭望台都已经这边修复一下。哎，什么鬼？有人打我！看一下，有人打我！我靠！哎，什么鬼？有剧情！索拉尔的奥拉尔森，我们又相遇了。告诉我，什么风把你吹到美格丽的英格兰？哦，这之前就是抢走我们女人那个人。别白费口舌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？你绑架了我妻子，还谋杀了我的父亲。哦 ，What？ 我看得出你要一心要复仇，你的愤怒恐怕让你连正派人的问候都顾不得了。你可不是正派的人。对，我老婆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交上去，我也做到了。我不关心他之后会有什么遭遇。把他交给了谁？这个答案会害死我，请见谅。我对生活还有所惦念。最终决战的时刻到了。Wait！ 哎！我靠！我要死！打！我要死！兄弟们，我先撤一步，守好家。
进入瞭望台休息一下。好，你们先进入瞭望台，我的近战士兵全没了，而且我要死。等等，现在我的食物和水是够的，我在这里卖点木头，卖点木头，换点钱，我要回去。好，这个营地可以卖木头，那个营地可以卖鱼，然后我的东西都有，我现在缺钱，我回去需要把营地再升一级，然后同时把士兵升一下。现在这个血掉的有点多，我要死，脸上中了两箭。等一下，不着急。好，然后这样，先补给一下装备。希望我们的营地的前排的兄弟还都在啊。再补给一下。好，然后快速旅行回去。我需要强烈的迟钝步兵，秘酒厅这里首先我要升级3000块，升级更高的建筑点。兵营升级一下这个士兵的血量、装甲、攻速，然后我还需要大量士兵。这边现在暂时别的东西都有了，兵营、捕鱼小屋、伐木场都有了。别的不需要，我现在还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木材以及更多的小屋。兵营呢？这边再来一些迟钝剑士、普通剑士、迟钝剑士。鱼不够了，生产士兵是需要鱼的。好，现在人口上限到达30。家里还在被打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又有家那个位置守着，应该是 OK 的。好了，补一装备，把这些血量补满。然后这边我就是弓箭手都在，但是近战全死了，所以我需要更多的近战士兵。鱼现在是个问题啊。然后这个营地当中我看看啊，已经到达最高等级，这可以升级，就是秘酒厅可以升级我的肉，让肉回的那个血量更多。哎，拿上兵营，还是迟钝步兵，然后普通剑士。好，有了捕鱼小屋，这个鱼的数量还行，再多来一些。我把这个普通士兵全部集结起来，特别是迟钝的。我家里还在被打，我家不会死光了吧？一会儿。好，等一下，把士兵补满。鱼现在是没有了，但是木材倒是有一些。听兵营。好，现在30人小队已经全部完成。多了大概有7-8名迟钝步兵，但是我家这里在被打，不知道守得住。我家里是有一个瞭望台上有5名弓箭手守在这，下方还有1-2个迟钝步兵，应该是够的。好，所有人跟我 follow me， 跟我去下个营地，我们要一鼓作气端掉对方的营地。这里快速旅行，来这边。哎，都没跟上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漏俩人，就是人快速旅行一定要跟齐才行。好，然后这个秘酒亭也是可以升级的，3000块，升级，再升级一下人口上限。好，这边也变成了城墙型。弓箭手这边的话，我直接升普通弓箭手好了。好，这样35人，3个普通弓箭手加1个火焰弓箭手。然后把所有人全部配齐，我们就准备建造这边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有点缺鱼，倒是可以建一个捕鱼小屋，然后这边再建一个伐木小屋，哎，让木材和渔场的这个上限更多一些，赚的钱更多一些。剩下就等待一下弓箭手的完成。哇，好着急！前方看起来我们前方并没有战损啊，前方的这里人口都还在，就是说明我家那个营地防守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集结最后的部队，还有最后一名弓箭手。这一次的话，我自己要稍微怂一些，刚刚差点被秒了，有点难受。好，35人大部队全部集结，所有人跟上。Follow me， 走。家里还在被打，快，我得快点前往前方营地了。前方营地现在这里战火连年呀，所有区域都全部满了。看一下这辆工程车，都还在不？
还行，哇，这需要修一下了。瞭望台，瞭望台差点被打下来了，工程锥都还在，但是我的近战步兵现在数量少了太多。Follow me. 上。Follow me. 瞭望台这边解锁。Follow me. 所有人跟我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工程车，等。哎，工程锥太慢了。Attack！ 上！啊，那工程锥太慢了，这样，先等一下，前排，前排士兵，我先顶盾，顶在这里，让防守住对方的这个弓箭。工程锥已经上来了，火箭还在疯狂的射。战士还没有战损，我的盾牌呢就很高，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工程锥已经上来了，工程锥顶上去，冲车，冲他！我去，哎，哦，头还行，头车，工程锥伤害好高，头车应该是没有友伤的吧？刚才一个头车一个火球直接砸到我方阵营当中 ，nice， 可以。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，好，干掉了，上 ，attack！ 我们后排，啊、哦，都带，这不是感觉有三个弓箭手没上来，那不管他了，前排就攻下来，上 ，attack！ 没有战损。攻下这个营地，还有谁？这边还有，把对方的营地全部打掉，这样对方没有生产能力。砍掉，射一箭，呵，好，砍掉对方的这个主基地。OK， 这应该是瓦尔加德大厅，我这里应该是攻下了对方最后的营地。有一个箱子，史努可以射得更快，攻速加20%，可以。好，然后瓦尔加德大厅，先补给一下装备，回下血。不知道这大厅里会有谁，难道要打 BOSS？ 先补一下血，然后跟我来，进入瓦尔加德大厅。好的，成功攻下最终营地。单挑了吗？你应该趁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离开英格兰，现在你必死无疑。我去！靠！干啥呢？来，单挑，单挑！他没血条啊！什么东西？砍死了，就这，渣渣，他在哪儿？ This woman, 这个女人只会给我带来麻烦。这难道是一个好兄弟相爱相杀的故事吗？我的斧头呢？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。赖在哪里？是谁雇你绑架他？快说！ You will kill me anyway, 反正你都会杀掉我， so、why should 我为什么要帮你？ You are right, 没错，你就要死了。但你的死由你决定，你将手拿斧头在死前前往英灵殿，还是将你的尸身埋在英格兰各处，是你永远被英人去治埋埋。哦，这北欧神话还是比较有追求的。等等，我同意了。埃尔莫德主教令我找到那个小女孩，把她带回英格兰。你的村庄遭遇袭击就是为他们，我把她交给了他，他给我一堆银子，当然发誓不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。有什么企图呢？但是肯定他肯定还活着，所以他一定对他很有价值。沿这条河走，可以找到一座教堂。我希望你牢记承诺，送我去英格兰。瓦尔哈拉。哦，哦，好的，感谢您游玩 Guide Demo。哎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游戏加入到 Steam 愿望单当中。哎，不错，
怎么说呢，这个游戏现在虽然只是一个 demo 版本，但是就由开场大概这半小时剧情，我觉得应该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，融合了像王国一样的战斗，但是需要你自己亲自去操作，而且呢控制士兵等等也比王国要好玩太多，同时加入了格斗要素，比如最终的 BOSS 战。这款游戏呢应该是今年年内会发售吧，有兴趣同学可以去关注一下，我觉得吧这个游戏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对吧。好的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这款非常好玩的英灵神殿呢就在这里结束了，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下期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